修长路，决定火烧草原。烈焰一路焚烧，数千只羊在喜羊羊的带领下逃回到羊村。然而后无退路，前面又是熊熊扑来的烈火，他们该怎么办呢？羊羊运动会第51集，逃出金刚罩。羊村前进，飞娇，你干什么呢？给我站住！羊运会期间想发动战争吧？那是羊族的事儿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可你们还聚众闹事，还放火烧毁草原，罪行滔天！我要把你们统统关起来！老头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什么也没说。这样说就对了嘛。小羊们，你们现在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还不赶快给我出来投降啊！与其饿死在里面，还不如便宜了我们吧。我现在宣布，羊运会增加一项火把射击比赛。哇，这个好玩，我也参加。哥哥。弟弟，我恨你，我恨死你了。大家射击！我闪，我躲，我闪，我躲躲躲，闪躲。就这点破技术，想难道我灰太狼？太儿戏了吧！啊！我有办法了。懒羊羊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？蛋糕啊！哎！哦蛋糕被灰太狼抢去了，太可恶了！我宣布，火把比赛的冠军是我们的懒羊羊。这群可恶的小羊，快给我发炮！他是在帮助我们呢。吃里扒外的家伙，小太狼，这是玻璃金刚罩，罩住整个羊村。小羊们，这次你们逃不掉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有我族长在，大家不必害怕。出发！我尽力了，以后就靠你们了。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可不能坐以待困。大家不要惊慌，其实我们羊村一直都有储备粮食，足够我们吃上一个月的了。你早说呀，害我白担心一趟。村长，不好了！村长，粮仓就只有这一车粮食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据我先知的估计，肯定是被人偷吃了。懒羊羊。可不像你的一贯性格啊。是啊，太阳今天从西边升起了。要是我没估计错的话，你还不止这点零食吧，懒羊羊。嗯，我家里肯定还有。你们两个真讨厌。慢羊羊村长，听说你储存了一大堆食物。哇，好多食物啊。这应该归功于懒羊羊。懒羊羊，懒羊羊，爷爷奖你一块金牌。真是个糊涂的老人家。走，大家回去吧。哎呀，啊，看那儿，我们出来了。外甥的玻璃金刚罩厉害倒是挺厉害，可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去捉到羊呢？舅舅您请放心，尽情的吃烧烤吧，我这玻璃金刚罩只可以维持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以后，小羊们已经饿得精疲力尽了，我们就……果然还是外甥想得周到。不要太大意了，这些小羊可是狡猾得很。老伯提醒的对，我这就去问一下啊。干嘛？有屁就赶紧放。喂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小羊现在有什么状况吗？小羊全都被困在羊村里，能有什么状况？不过他们全部朝一个房间去了。哦，那肯定是茅房。哦，他们的茅房可真够大的，只见进去的，没见出来的。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参观参观。什么？我说他们的茅房真够大的，只看见进去的，没看见出来的。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参观参观。不好了，小羊们逃跑了。可恶的灰太狼，我跟你没完。什么？小羊们正在逃跑，还不赶紧给我追。我们该往哪条路跑呢？小羊们，不好了，往右边跑。你们今天只有死路一条，别跑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喜羊羊，你放我下来，你们自己逃跑吧。不，大家跟着我。危险！
哦，好险呐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等等我，我跑不动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老婆，我三面埋伏的计划成功了。成功了有屁用，小羊还是没捉到。是啊，表弟，小羊都掉下去了，我们怎么才能抓到羊啊？这个问题我可没想到啊。什么？可恶的同类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羊族终于逃过大难。可是族长爷爷，这里既没有出路，也没有粮食，我们该怎么办好呢？体育小知识：运动之后应该适当补充什么 ？A. 水分 ，B. 冰淇淋 ，C. 蛋糕。正确答案是 A 水分。